大家好，今天来教大家勾这个夏天戴的这种太阳帽。这个是大人的，这个是小孩的。大家看一下，具体要勾多大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头围，就是这个地方来决定。这个我们这个大的呢尺寸，就是刚刚适合我自己的，然后适合我自己的头围。这个用了是，用线的话是4到5支线。这个小孩的就用3到4支线就可以了。好，一会儿我就来教大家勾。他这个勾这个帽子呢，是从这个帽顶，从这边开始起针，然后每一排都加长针，加了之后，然后再开始勾这种针法。好，我们现在来教大家勾。好，下面来教大家起针。现在我们用来是一种这个杏粉色，是比较接近这个肉色的这种颜色。好，在手指上绕一圈，然后把线从圈里面挑过来，压住，勾3个辫子，1、2、3，立3个辫子之后，再勾11个长针在圈内，1、2、3、4，这个圈可以稍微拉小一点点。10、11。好，现在11个长针勾好了，大家数一下，是不是包括这3个辫子是12针就可以了？12针。好，然后再把这个线圈拉紧，用引箔针连在这个第3个辫子针的第3针辫子上。好，连好了。好，这个第一圈勾就勾好了帽顶的。好，同样的是立3个辫子针，现在的第二圈就是在每一针上面加一针，就是说这个是12针，我们把它加到24针。好，这是第一个动眼里面。好，现在是加一针。好，然后在每个动眼里面勾2个长针，一直这样继续，每个洞眼里面勾2个长针。好，现在勾到最后一个洞眼里面了。好，依然是勾2个长针。好，现在大家看自己有没有勾错，可以确认一下是不是包括这3个辫子针是24个长针，然后连在这个第三针，就是第3个辫子针第3针辫子上。好，现在第二圈勾好了，我们现在勾第三圈，同样是立3个辫子。好，现在我们是隔一针加一针，刚才是我们是每针都加一针，对不对？现在我们是隔一针。好，我们就把这个这一针算是隔一针。好，我们在这个就是这个洞眼里面，我们在第二个洞眼里面，好，勾2针。好，第二个洞眼里面勾2针，我们说隔一针加一针。好，这一针我们就不加，这个洞眼里面我们勾一针。好，下一个洞眼里面我们勾2针加一针，就相当于加了一针。好，这个下一个洞眼里面勾一针，就是说一个洞，有一个洞里面是一针，有个洞里面是勾2针。好，一直这样继续。好，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个洞眼了，大家看一下，前面我们这个洞眼是加了的，然后最后一个洞眼就不加。好，然后就连在上一排的3个辫子针那个上面就可以了。
好，现在第三圈勾完了，我们勾第四圈，同样的是立三个辫子。好，这个我们是隔两针加一针，对不对？好，在第二个辫子上，我们勾一针。好，这是隔了两针，然后这一针上面我们要加一针，这个洞眼里面加一针，对不对？好，现在又隔两针，这两针不加。好，这个又要加，好，这个又，这两针又不加。好，下这个又要加，就是隔两针加一针。好，大家就一直按照这个方法，好，把这一圈勾完，勾完之后就连在这个柱子上，连在这个柱子上。然后这个是一二三四，然后第五排也是按照这样的方法勾。第五排的方法就是隔三针，规律是一样的，隔三针加一针。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我们三针是一针对一针的，然后在这个第四针上面就是加一针，然后再隔三针又加一针，一直就按照这样的方法，一二三四五，把第五排也勾了，然后还要勾第六排。第六排是隔四针加一针。是同样的方法。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里，这个大人的和小孩的帽顶，我们勾的都是六圈长针，一二三四五六，六圈长针，对不对？我们前面说了，第一排是起针，第一圈起针，第二圈是每针加一针，第二圈，第三圈是隔一针加一针，第四圈是隔两针加一针，第五圈是隔三针加一针，第六圈是隔四针加一针。好，一直就按照我教大家的方法，把这个长针的这个部分勾完，然后这个大人的，同样的我们勾的也是，同样的我们勾的也是六圈。好，我们把这六圈勾完之后，再来给大家讲解。好，我们现在这个圆圆的这个帽顶我们勾好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圈。我们前面是说勾六圈，对不对？然后我们这个勾的比较松，这个勾的比较紧，所以我这个就勾了七圈。七圈的话，就是第七圈是隔五针加一针的。给大家来量一下这个圈的直径，大概是10厘米。大家看一下是10厘米。大家是根据自己手法的松紧勾一个这个10厘米，大家看一下，都是10厘米的这种帽顶，六圈、七圈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手法的松紧来。好，我们这个勾好之后，就要来勾这样子的针法，这个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样子的花型，看一下，这个是两针长针，后面又是三针，然后后面又是四针。它这个就有一个加针的过程。好，我们先来教大家把这一圈勾完，勾这一圈，立三个辫子，好，就相当于一个长针，对不对？好，然后在下一个洞眼里面立一针长针，好，然后立一个辫子，然后隔一个洞眼，再勾两个长针。然后再立一个辫子，然后再隔一个洞眼，再勾两个长针。好，然后再立一个辫子，然后隔一个洞眼，然后勾两个长针。好，一直按照这个方法把这一圈勾完，勾到这里来连接。好，我们录完这个视频之后呢，发现很多新手的朋友这个地方勾错了，然后这个帽子就会这样子勾成一个大圆形，它就没有这样子的筒状。所以我们这里补充一段视频，大部分的新手朋友都是这个地方勾错了。刚才我们是讲到第八排的地方，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第八排的时候，我们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讲，我们是立了三针辫子，就相当于一个长针，然后我们就勾了一个长针，对不对？勾的这个长针与这个三针辫子，这两个是在不同的洞眼里面，然后我们就是
隔了一个辫子之后，再勾两个长针。刚才讲的有点不清楚，就是这两个长针，来看一下，来看一下这个地方，这两个长针一定要在不同的洞眼里面就可以了。好，刚才我们是讲到，好，隔一个洞眼，勾两个长针，两个长针是在不同的洞眼里面，大家看一下这里，然后再隔另一个辫子，然后这里。隔一个洞眼，大家看没有？隔一个洞眼，然后再勾两个长针，两个长针一定是在不同的洞眼里面。好，我们就把这一圈勾完，再来讲这个第八排这个连接的地方。好，现在勾到这一圈结尾的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这里刚好也是两个长针，所以我们就要立一个辫子给它隔开，然后连接到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好，连接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好，我们现在用引箔针把这个线带到这个洞眼里面来，直接勾了。好，引箔针引一针过来，好，引两针过来，好，引到这个洞里面来。这个隔了一个柱子的，折了一个辫子的地方，好，立三个长针，好，立三个辫子，然后勾一个长针，好，然后再立一个辫子。然后在这个长针旁边的这个洞眼里面，勾两个长针。看到没有？然后再立一个辫子，在两个长针的这个洞眼里面，勾两个长针，然后立一个辫子，然后在这个洞眼里面，一直都是这样勾。其实这一排跟这一排的规律其实是这一排没有假针，大家仔细看一下。好，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方法，这个没有夹针的这一排，我们就给它勾完。大家根据自己手的松紧来勾，有的人的手比较松，有的人的手比较紧，所以这个勾东西的话，这个针数也不是完全固定的，大家可以灵活的来变通一下。好，一直勾到这一排，勾完，勾到这里，我再来教大家。好，同样的是勾到这个结尾的地方，然后这两个长针与这两个长针之间要用一个辫子针来隔开，好，然后这里用引箔针连接。好，同样的道理，我们要用引箔针把这个线引到这个缝隙里面来，好，直接用一针引箔针引过来就可以了。好，引过来之后，我们先放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帽子，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小孩的。小孩的我们就勾两，就是这个两个长针的。大家看一下，我们就勾了两排。两排之后，我们第三排这个就要开始加针了。大家看一下加，全部都是加那个，加了三针长针，对不对？然后再看一下大人的，大人的我们同样也是。这里哦，我们这勾的有点不同，我们直接就加了，但也可以勾。大家看一下，这里是勾了两针的，然后我们这里就直接就加了。我们也可以勾两排这个两针的，然后再来加也可以的。好，我们现在就教大家怎么样加到这个三针。好，这个是三针的，对不对？我们怎么样加呢？好，我们前面上一排是直接立了三个辫子。对不对？之后在这个洞眼里面勾了一个长针，对不对？我们现在是要把它加到三针，然后这个每个洞眼里面，我们就勾三针。大家看一下，就是相当于三个长针，对不对？然后就立一个辫子，然后这里面也是勾三个长针，对不对？对不对？然后再立一个辫子隔开。一直都是往后走，一直都是这样的方法，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规律来加针。然后这一排勾完之后，同样的是勾这个三针的，这个三针的，这个是小孩的，这个三针的我们是勾了一排、两排、三排、四排，小孩的一排、两排、三排、四排，然后这个到第五排到这个地方，这四排勾完之后，我们又加到四针了，对不对？加到四针之后，
我们后面就一直都是勾的四针，大家就可以量一下这个头尾的这个部分。这个你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个加针的弧度，对不对？然后到这个地方就没有加了，对不对？大家可以量一下，大约加到这个19厘米就没有加了，就一直都是四针勾下来。大家看一下，这个整个帽子的这个帽的深度不算这个帽边的，大家看一下，大约是15厘米。然后帽子的这个头围的话，大概是19、20厘米的样子。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规律。所以大家这里怎么加都没有关系的。好，再给大家重复讲一下，这个两针的是勾了两排，对不对？这里看得到的。然后三针的勾了1、2、3、4，勾了四排之后，就又勾了1、2、3、4、5、6，差不多勾了6排，四针的。然后帽子的这个头围最大的部分的头围是加到20，就没有再加了。然后帽身身差不多是15厘米，这是小孩的。然后再给大家来量一下这个大人的，大人的同样这里也有一个加针的这个弧度，对不对？然后我们从这里看，差不多这里开始就没有加针了。我们加到最大的头围的部分，大家看一下，22。大家有的人的头比较大的话，还可以稍微加多一点。好，加到这个23这里之后，就开始不加针。然后帽子这个深的部分，差不多16，多一点点。所以它这个手工的这个东西，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本身的这个大小来决定。然后这个的话，哎，大家可以勾两排这个两针的，然后再勾，大家看一下，三针的勾3排，然后就加到四针的这个每个勾勾勾，一直勾到自己合适的这个高度之后，就来开始勾这个帽边。大家勾的时候可以在头上这样子戴一戴，然后这个帽条是我们后面才加上去的。好，大家就按照这个规律一直把这个部分勾完，大人的也好，小孩的好也好，大家自己随意的加针。好，就加到大概是加到4针，加这么高之后就不加了，就是4针一直这样勾下来，就相当于没有加针就可以了。勾好之后，我就来教大家勾这个帽边。好，按照前面教大家方法，我们假设这个帽身的部分已经勾好了，对不对？这个帽身的部分再给大家重复讲一下，根据自己的需要，反正这个规律是这样的，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加针，加到哪里不加之后勾多深都由自己决定。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勾到这里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现在要勾一圈短针，就是一针对一针勾一圈短针。好，立一个辫子，好，待在洞里面勾一圈短针，一针对一个针勾一针，勾一圈短针啊！注意这短针不能勾得太紧了。好，勾一圈短针，然后勾这个短针的时候呢，我们要勾一条这样子的，这个圆环环，到时候用来，固定这个帽子的这个带子，对不对？好，我们就。隔四个这样的花瓣，我们来勾一条这样的带子，教大家怎么勾。一针对一针啊，记得。然后这个地方也是要勾一针短针的，勾松一点，不能勾得太紧。好，我们说隔四个这样的，四个五个都没有关系，隔四个，看一下，隔四个，隔五个吧，隔五个这样的花瓣，勾一个圆环环，固定这个绑蝴蝶结的这个带子。好，这里到了1、2、3、4、5，五个花瓣的地方，对不对？这里要勾一个短针，对不对？
好，我们这里要怎么过一个环环呢？立五个辫子，一、二、三、四、五，看一下，五个辫子还小了一点。六、七、八针吧，立八针辫子，来看一下，这样子收回来，它就有一个这样的环环。立八针辫子，然后用银箔针固定在刚才这个地方。用银箔针也好，用短针也好，都可以的。好，我们就用短针吧，固定在它这个缝隙的这个地方。好，这里就勾了一个圆环环了。然后这个又下一个短针，继续勾。一针对一针勾短针。好，再教大家勾一个圆环环啊。固定这个绑蝴蝶结的那个带子，记住一定是一针对一针，不能加针的，也不能减针的。好，一二三四，好，现在又快隔了五个了。好，这里就是隔了五个了，勾八个辫子，对不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再同样的在这个勾短针地方再勾一针短针，这里它就是算一针的距离。好，继续往后勾。勾五个这样的花瓣，就你勾一个这样子的环环来固定那个带子，然后勾好之后，勾到这个开头地方用银箔针连接之后，再来教大家勾。好，这一排短针我们勾完了，然后连接的地方没有银箔针连接起来了。好，然后我们现在立一个辫子，然后在第一针里面勾一个短针。好，勾一个短针之后，我们立一个辫子针，然后空两个辫子，在这个辫子里面，我们勾三个长针，在同一个洞穴里面勾三个长针，这个就有点像贝壳针了，对不对？好，然后再立一个辫子，然后再隔两个这样子的辫子之后，再勾一个短针。好，再立一个辫子，然后再隔两个辫子，勾三个长针。一直这样子勾，一直这样往后继续。好，一定要记住一个辫子隔开。好。好，一个辫子，好，隔两个，一个短针，再立一个辫子，隔两个，三个长针。好，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勾环环的这个地方。立一个辫子，我们说了，立环环这个地方，我们是算一个，是算一个辫子，算一针的，对不对？好，我们是隔两针，哎，就到这一针。隔两个辫子，一个短针，好，就是一直这样子勾，勾到这个连接的地方，再来教大家。好，这个贝壳针的这一圈我们快勾完了，大家看一下，我们勾到这个地方的话，应该是有一个这样的扇形的花形和一个短针，对不对？然后我们这里勾了一个短针之后，这里也是一个短针，对不对？然后我们这里就自己可以加一个这个扇形的花形，好，短针之后立一个辫子。然后就在旁边这个洞眼里面，我们勾三个这样子的长针，就算一个这种扇形的花心，对不对？反正隔密一点也没关系啊。这个因为是这个花边，好，然后立一个辫子针之后，与这个短针的这里
引波连起来就可以了。好，我们现在就要勾这个贝壳针的第二排，贝壳针的第二排，我们是要在这个短针的洞里面勾三个长针，然后这个贝壳针这个中间的这个柱子上面勾短针。好，给大家示范一下，现在我们是在这个短针的洞眼里面，对不对？我们立三个辫子，好，再在这洞眼里面直接再勾两个长针，对不对？三针长针了，好，立一个辫子，然后在这个三根长针的中间的这个上面，我们勾一针短针，好，再立一个辫子，在短针的洞眼里面，我们勾三个长针。好，再立一个辫子，在这个中间三个长针中间这个柱子上勾短针，立一个辫子，在短针里面勾三个长针。就是按照这样的规律，它为什么是贝壳针？它就是感觉像一个贝壳，有高有矮的这种感觉。然后这个短针的地方是比较矮的，然后就这一排过去就要勾长针，给它把这样补平，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弧度。好，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方法把这一排勾完。好，现在我们第二圈这个贝壳针的这个勾到最边上了。最边上，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三个长针，对不对？好，我们这里是勾了一个短针之后，勾了一个短针之后，三个长针，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短针，短针的这里我们一定要是立3个长针，就是一个扇形的花形。好，勾到这里，好，立一个辫子，然后最后一个是一个扇形的花形，对不对？好，我们就直接立一个长针，立一个短针，勾一个短针，之后立一个辫子，然后与这个第二排开始的地方连接就可以了。好，我们现在开始勾第三排。第三排的话，我们是要在这个，也是要在这个短针的部分。这个地方我们是要立这个扇形的花形，然后我们现在是勾第三排，第三排我们就要加针了。然后同样的，我们这里要扇形的花形的中间，我们是要立一个短针，对不对？好，我们现在这边，我们现在这个中间柱子上勾一个短针，然后立一个辫子。然后我们是在短针的地方是要勾一个扇形的花形，对不对？我们前面是三针，我们这里就勾成5针。也就是说加了2针。大家看到没有？然后在这个地方，扇形的花形的中间还是要勾一个短针，看到没有？好，再勾一个辫子，短针的地方依然是勾5个长针。好，依然是按照这样的方法把这一排勾完。勾到这里之后，这里勾5个扇形之后，与这个短针这连接。好，连接之后，然后就在这里勾一个5个长针的，然后这个短针又连在这个扇形的花形上面，然后再来教大家。好，这个帽边的这个第三排，也就是说加到5针的这个贝壳针的这一排，我们已经勾到快结尾的地方了。大家如果不知道看不清这个结尾的地方在哪里的话，一开始这里就可以用一个记号扣做个记号。好，这个地方是我们第一排，就是这一排立短针的这个地方，就是勾了一个短针的地方，对不对？好，我们这里是勾了一个扇形的花形之后，立了一个辫子针，然后用短针连接在这个贝壳针上面的中间的这个长针上面。
就可以，然后立一个辫子，然后在短针的位置是立五个，勾五个长针。个长针，好就可以了。这个是第一排的第一针的位置。好，我们现在就要立一个辫子针，用引箔针连接在这个第一针的位置上就可以了。好，我们刚才给大家讲过，前面我们的贝壳针是三针，勾了两排之后就加到五针，对不对？我们现在勾第四排的话，同样是勾五针的贝壳针，然后。五针贝壳针的位置是在短针的地方，然后这里就是立一、二、三，立三个辫子，直接在这个洞里面勾五个长，勾还勾四个长针，也就是包括这三个辫子针是五针长针。在这个短针的这个洞眼里面。好，大家看一下，就已经有五个长针了，对不对？然后我们立一个辫子，然后现在短针的这个地方就在这五个长针最中间的这个长针的位置上，也就是第三针长针的位置上勾短针。好，然后再立一个辫子，又在短针的部分勾5个这样子的长针。大家注意，就是每一个花片结束之后。一定要用一个辫子针隔开的，大家看一下，可勾好了，立一个辫子针，在这个地方勾短针。好，大家就一直按照这样的方法把这一圈勾完。勾到这里来之后，也是在这个地方勾一个短针，之后立一个辫子，与这个立三个辫子针的第三针辫子连接，然后再要开始第。一二三四，然后勾好之后，这一排之后就要开始第五排。第五排的时候，就要把这每个贝壳针的这个地方加到7针。大家现在也许了解了这个花边的规律，就是两排加两，每个花边加两针。第一二排贝壳针是三针的，对不对？第三四排是五针的，然后。第三四排是五针的，第五六排是7针的。然后大家如果还要加宽的话，就继续加2针，然后这个帽边勾到自己想要的这个宽度就可以了。帽边的这个宽度根据自己想要的宽度，有的喜欢宽一点就可以继续往后勾，每2排一加的。好，这个帽边勾好之后呢，我们就要勾一个这样子的。帽条放到这个地方来打一个蝴蝶结，然后钉一颗自己喜欢的小扣子在上面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帽条呢是怎么勾的呢？就是直接这个小孩的直接是起220针左右，220针左右，然后直接勾一排短针，起220针辫子针，然后立三个辫子，然后一直返回来勾。勾一排就可以了，勾一排这个长针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大人的这个帽条呢，就要多起30到40针，也就是250到260针就可以了。好，现在教大家怎么样把这个帽条圈穿进去，穿到这个环环里面去。好，大家看一下，我们前面教了一个固定帽条的这个环环，好，把它这样子穿进去。固定在这里就可以了。这个帽条大家可以选自己喜欢的这个颜色。来看一下，大家勾了几个这个固定的环环，就给它这样穿进去就可以了。把全部的这个环环都穿满了之后，就把这个帽条拉到一般齐。一样齐的时候，就来打一个蝴蝶结就可以了。我们这个帽子因为现在还是没有完成的嘛。
好，我们就把这个做这个花这个侧面，这样子，哎，大家看一下，差不多是一样长的，对不对？好，把它整理一下，然后就在这里打个蝴蝶结。大家也许还有更好的这个打蝴蝶结的这个方法。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里是藏线头的地方，尽量的把它搞在里面。好，这样就可以了。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帽边还没有勾长的，勾长了就好看了。大家看一下，这样的话，这个太阳帽就完成了。然后这个大人的，大家还要往下勾，稍微勾宽一点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家政的部分，就大家根据自己的头围。小孩的也好，大人的也好，根据自己想要的帧数就可以了。然后这一集就教到这里。如果您对我上传的视频感兴趣，可以点击视频上的图片，收看更多的相关内容，或者订阅我的频道更新。我会定期更新编织、串珠、中国结等相关的手工视频。我的原创高清版视频会定期上传到不同的频道，请多多支持。